天跟小赵吃一个大肠包小肠，走着。嗯，哎呦我，来土豪，哎，你能看上吗？你能看上这是什么颜色吗？我看不着。我现在眼里边只有金色。超好吃这个。你吃完了吗？咱俩先这样吧，咱俩一人分一个生菜吃吧，行吗？好的，对。哎呦，来把生菜吃了。看着我姐疼我，让我吃菜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今天咱们来两个大羊头。哎呀，好久没有吃两个羊头了。哎呀，再来一个。我有点紧张呢。哇，这有点烫。
哎呦，姐妹们，从来没吃过的猪肚盲盒，这里面东西有很多的我都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要保留一个神秘感，来看看都有啥啊。玉米棒子，南瓜。您能给我点煮熟东西吧？血肝肠。哦，太烫太烫太烫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烫了，这个血肝肠不行，太烫。血肝肠蘸上小调料，蘸上小调料。我天哪，我姐太抠了。不是抠啊，太烫，你吃不了烫的。玉米棒子，捆肠，哇哦，先晾一晾，给你玉米棒子，给，快点的，别磨叽，快点，来，玉米棒子，南瓜，给，好，你搁嘴里边吐呗，来一个猪肚。嗯，你看看我，不过还挺好吃的哈。嗯，看来这个会比南瓜好吃。嗯。好久没吃了，你们说这是啥？
丝滑。有没有爱吃这个的？啃的了。